不清楚他是什么星座，可是我知道他的生日是6月28号。妈妈比较喜欢画画，还有唱歌。他喜欢潘秀琼的，这个我记得。爸爸喜欢吃芋头饭，这个比较亮、比较传统的衣服吧。他应该希望我做自己的生意吧。听爸妈的话，别让他受伤，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他。我祝全天下的父母还有我最爱的爸爸妈妈双亲节快乐。我是 JC 朱俊成。